今天来这里，你就一定也可以。感谢上帝，感谢自己没有放弃。我是凡人代表作，做最不平凡的梦。我觉得有点危险。你要现在访问吗？我可以讲一句话吗？可以吼，可以剪进去的吗？那不一定，就是有梦想但是觉得自己不够厉害不敢去追的人，就这首歌是献给你们。他们说不可能成功，成败在你手上，只有自己把手握，享受我的梦，不管旁人说继续 go and go keep it go oh oh keep it go oh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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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keep it go oh oh oh。 我是凡人的代表作，我是凡人代表作，做着不平凡的梦。不一定只有天赋才能成功，我今天来这里，你就一定也可以。感谢上帝，感谢自己没有放弃。我是凡人代表作，做最不平凡的梦。Dance dance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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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with me. Dance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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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dance。我觉得有点危险。Three two one boom。哎、你要现在访问吗？是因为我们就看他表演。两个配台词为什么要哭呢？你为什么要问这个问题？因为我很紧张，我就没有唱好。我觉得评审给我配台词是因为觉得我可能太素了，或是太紧张。那我好奇，今天到现在有没有什么开心的事情？还蛮多的，就其实撇除掉刚刚表演那一趴，都是很开心的事情。哎、你马上就笑出来了，你在演吧？是，就觉得哇，你心机很重哦，你在演人设哦，被我抓到了哦。